广义这八个字呢，就注意两个三点水都一样上来，这样这一定要靠近它，不能离着太远。这青字呢，三点水就得变了，变成一个点下来，要连成它，不要重新起笔啊，然后再上来。这个点不要竖着点，要横着点。整个这个八个字里边，风字是最应该表现精彩的。抬起来可以这样，但是这个点，这个横要从这儿出来就更好看了。转上去，这多好啊！你看你这还断了笔。不可以的 等于我从这儿就是从上边点是不对，就是从这儿过来对好啊。这个位置上，这个、也不能出横折这样走，它应该是圆折笔过来，就更好了。这山字的整个的用笔的方法都是对的，但是它歪了。如果主数稍微有点歪也没有关系，过来从这儿横出。这一笔很重要啊，它歪也正了。尖子的草书呢，应该是这样：一二，从这儿上来，